冲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们可是伤了我的宝贝蜜蜂啊，我怎么能放过你们呢？哼，你少假惺惺，要不是你，他们怎么会受伤？是我受伤是他们的荣幸。糟了，大家有危险，我得想办法干扰他。一定是看清楚你的嘴脸，不会再被你利用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保护我吧，我的小蜜蜂们。哦，这个触角大概就是蜜蜂的控制器了。原来如此。艾虫，你已经失去了蜜蜂，还不快束手就擒。你们还好吗？我们又回来了。又是你们。艾虫大人，黑士兵已经安全输送回静元剑了。你们还回来做什么？奉大帝命令回来助你一臂之力，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神圣战队。哈哈哈，就你们。艾虫，我看狼狈是派来监视你的吧，你就像小蜜蜂一样，只是混元帝的工具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你们别想活着回去了。对，不然我们回去就没法活了。闭嘴。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了。艾虫飞行能力比我们强得多，没有办法靠近。大家别慌，我们准备远程武器还击，攻击它的翅膀。跟我斗还嫩了点儿，艾虫的毒刺太多太密，根本打不到它。大家不要放弃，耐心点，总能找到破绽的。嗯，我就不信打不中。伙伴们，让他看看神兽战队的厉害。嗯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趁机进攻。啊！竟敢偷袭！机会来了，陈锋出击，同心金甲轻如鸿毛。啊！糟糕，重如泰山。成功了。看我的快拳！想跑？魔鱼金囊到上！耶，成功！你们有本事别走！谁要走啊？什么？我生气了！放开！同心金甲，重如泰山。我顶不住了，艾虫的力量爆发了。艾虫，你站住。哈哈，糟了，完全失控了。怎么办？合体没有配备适应高空飞行的供氧系统。哼，各位，
现在在万米高空，缺氧的滋味感觉如何？矮虫，你给我住手！啊，别急呀、啊，时机还没成熟呢。糟了！是时候了。这一次，你的伙伴肯定是要摔得粉身碎骨了。糟了！醒醒，醒醒，你们醒醒！呼叫胡博士，呼叫胡博士！还在5000米以上，没有信号，只能强行叫醒大家了。你们醒了，现在必须马上停止下坠，不然你们会摔得粉身碎骨的。你减速不了，怎么办呢？让我试试。不行，速度还是没有减缓。王明，不要这样，你的能量也会消耗完的。我将具备飞行能力的魔域金刚分解组装到神兽金刚上，就可以减速了。不行，胡博士，有信号了，现在已经在5000米以下，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。在半空中这样分解，王明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王明，我们不能失去你，这个方法太冒险了。王明，王明，你别乱来！我也不能失去你们。王明。哭什么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哼，想救他们，也要看我同不同意。糟了！速度好像减慢了，刚度不到1000米，即将坠毁。请减速，请减速，10秒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热心，专心。爱心，福星，耐心，六星汇聚真心，真心拯救世界，无敌神兽金刚。你逃不掉了，就算要被消灭，我也一定要完成任务。休想！神兽金刚受制裁。原来的样子呀，看起来也蛮可爱的嘛。和雄霸一样，我也是北斗星战队的成员，被混元帝控制，不惜一切代价散播黑鲸。黑鲸到底是什么物质啊？黑鲸是一种宇宙病毒，可以把生物转变成机械，而网络就像是黑鲸成长的土壤。地球上网络发达，所以也就成了混元帝的首要目标。等地球人都被感染成黑士兵后，黑鲸还会慢慢侵蚀整个地球，使之变成黑暗星球，完全落入混元帝手中。那一旦大量的人类转变为黑士兵，
地球岂不就无力回天了？你们肩负着拯救地球的重任，一定要打败混元帝。我去跟雄霸会合，筹备后面的战斗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